见。实在难以劝说，那终归是强词夺理吧。我有一个提案，出发。报告！什么？援军已经到达。多谢。打扰了。是。打扰了，感谢。感谢。
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有客人来了，真是稀客呀。我有个计策。结果是这样啊。可以打扰一下吗？说说你的见解吧。很好。请听我说，我会秉承仁义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听俺说几句。很困难吧？当然没关系。我知道了。好，请交给俺吧。什么？愚蠢！什么？你要违抗俺张翼德吗？啊！打扰了，愚蠢的家伙。
有些困难吗？若是那个人，也许能行。的确如此。请听我一言。我知道。请听我一言。我知道了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你来得正好。很简单。好了，开始评定吧。我还有这个方案。你有时间吧？
俺有个主意，请听我说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我有一个事情想说。我要献策。我有一计。结果是这样啊，真是风和日丽啊。我有事报告。